者吴志磊台北报道。众天综合台小明星大跟班今晚十点播出，主题慎选错编有够难，恶邻居事件部主持人吴宗宪透露自己是常被检举的邻居，他笑称自家门厅差不多与摄影棚一样大，但他连鞋柜都没有放，只在门口挂了一幅画就被检举。吴宗宪表示，当时隔板进住家，为了让客人能马上认出才挂画，他说结果马上就被举报说不可以在门口放一个画。后来得知对面邻居家中有人是学画画的，不然你笑说你是不是没有跟他买，让众人听闻哈哈大笑。不过吴宗宪人红是非多，曾在自家停车位上放了一组高尔夫球具，也惨遭他人检举。 SANDY 吴山如疑惑为何无法在自家车位放东西，身为自己住家管理委员的 PAUL 跳出来解答，没人检举无所谓，那算是一个防空避难所，停车场要当作防空避难之用，所以随时随地除了车子以外其他那些杂物都不能放。吴宗宪听完马上回应，你 PAUL 真的是主委，那嘴脸真讨厌。三代于吴宗宪，中天提供破中天提供。